一个白杨守株，比人无卡输。人地讲吃菜落工，那是过去事。新时代健康营养，大家有研究。你若想买长寿，唔通吃禽兽，无烦无恼无怨愁，自然着快乐悠悠。咱拢是阿弟姊妹，虽然形势两不顺。赶紧多亲戚朋友，慈悲心心修。做一个白杨守株，个个守本分。人地讲知足常乐，何必甲人争？淡饭犹原伫无闻，不惊甲定时山，食甲人无比平。天道江西相多变，咱应该感觉光荣。每日着欢欢喜喜，多人轻松见光明，这正是真真正正受到人的心。